请收看《维新世界·易经风水面面观》。各位十方神弟兄，大家好早，早起咱继续过来讲解易经，易经心法，大家学易经。啊，易经的这个学问啊，讲起来是真深，但是要做起来，有当嘛真深，有当时嘛真浅，讲嘛是真浅，所以深浅呢？拢在咱这个有五甲无五，啊有角甲无角着，中间尔。有当时咧，咱看一个人伊伫行路，咱就会当哦马上了解咱当下心内所产生的问题，或者是你看一个人咧行路，咱就会当了解现在天下的。有什么代志会发生？或者讲，你眼咱的眼前后一分钟、后一刻、后一时的，有什么代志会发生呢？咱有当时咱就会当了解这个人启示。啊，曾经啊，咱这个真真真以前啊，我先佛时，咱了解开发的时，啊，都在开发时咧，啊，都多咧两母仔咧。啊，两母仔了，啊，真正好意，啊，拿一支甘蔗，我老师啊，老师啊，这甘蔗互你食好无？我、哦、好啊，谢谢。哦，我咧壮阔，脚记得卡咧，啊，感觉真正脆大，吼、哦，拿来时啊，吼、哦，都感觉真正都甲加落咯，加一个咧，脆气咧，转咧气垫当去。哈，我想啊，嗨咯。那这些这个甘蔗爱开真侪钱，哦，安来讲咧，这个甘蔗咧，喙齿叮当起啊，那这个喙齿咧，可能咧，啊，爱这个叫做啊去修理，唔知要拖偌久咧。那么我来看，嗯，这个甘蔗，哈、哦，啊，这两目，我再加咧加两目。啊，总共是七目，一加咧加两目过，加一百五一个加两目，哈、啊，两目只为二啊，为二，哈、啊，两目为二咧，啊，二只，哈、啊，两目的为二，哈、啊，那咧加两合咧，啊，这个还阁剩两合咧为七，哈、啊，七只近为近卦。哈、哦，七只，啊，二只为地，为地，哈、哦，啊，近只这七只为近，近只为山，哈、哦，啊，二只为地地，哈、哦，地只为地，哈、哦，地只为地，啊，这山地咧，这山地顺。啊，三德顺卦，哈、啊，顺者一定爱顺势，爱顺势啊！一支山，哈、啊，一支山，向后咧，边咧，拢瓜残咧，拢残咧，啊，有水的时啊，有水的时，哈、啊，有水者，这支山会一直放，一直放去，哈、啊，就一直放，放者这支山爱顺掉去啊。啊！我才想到啊，山者是咱来咱一个人的喙齿，咱一个人的喙齿，哈、啊，一个人喙齿。啊，喙齿下面叠者，下面叫做叠，开高座，哈、啊，开高座残座。啊，叠者是最最的，那叫简单的吧，咱的齿吧，哈、啊。啊，是山者，山者，咱的牙。啊，乐器。啊，拄啊，当时啊，啊，当时咧，啊，我拄啊，伫挖这个山，
哈、啊，你开咱这心里一个小小的路。哦，啊，这路是，哦，我这开开较紧嘞，可能呀，哗，大都要拗嘞，哎，咚咚咚咚咚，我出去放去，山着顺，看着山着顺，哈，啊，顺者啦，即回我来这时间这路嘞，我无真注意的是，我毋是顺我出去尔，哈、啊，我这路地灵啊，风水地气啦，一定会伤着。吼、哦，我著真注意遮卡拉机咯，啊，真注意卡拉机的这个卡，这个卡的我真注意啊。啊，拄啊咧，即两部仔囝死到，又搁咧甲我讲啊，老师啊，歹势，我感觉你遮安尼哦，歹势，我哎，我喙齿歹。吼、哦，啊，一直甲一直讲咧，吼、哦，拄拄啊咧，卡拉机咣一下咧，一粒石头，遐么去挖起来，我你懂懂嘛？一粒石头都要看咧，有一条地脉。啊！对，现在咱个餐厅头前，新闻是咱个旧餐厅面头前呀。啊，拄啊一条地面呢，石头面拄啊过。咱看呢，啊，这方向嘛是卦象，嘛是三德顺。路径提起来就较扭，看嘛来，嘛是三德顺。顺者，你这个不要看，你若开始乌掉去，地理就败掉呀，就顺掉呀。啊，所以我昨天迄个讲。真注意咧，后摆即路咧，就头石头屯较悬，迄土屯较悬咧，才怎安尼过？啊，那么一切卦象啊，你甲咱提醒，哈、啊，你每一项代志、身躯边诶代志，你甲咱提醒，咱诶周围诶代志，哈、啊，周围万生万物诶万象，各位是否是理性？哈、啊，咱学易经啊，研究易经者。咱时时注意身躯边的一草一木一石啊，万生万物，咱也注意着。哈、啊，那么当时呢，我看，妈妈伫头前啊，妈妈伫头前呢，老母食为困啊，为困。啊，那么这叫做早起伫后壁食为地。孝路啊，地卦啊，这地主嘛是骨地地金嘛，骨地地金，多多啊，我即话在留涂骹啊，所以啊，咱呐在这里万象万物万象呢，看咱生活的卦象啊，咱运用在这里一念之间，运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之中啊。咱也一旦多用的卦，多用注意哈。那么我相信呢，咱大家呢对这个易经啊，那么学习啊，未讲真正困难的是安尼。各位小方神知识啊，咱去易经的卜卦，哈是真济一种。啊，用在咱的一个灵机一动，啊，是讲咱所看到，拢会当形成一个卦。看一只狗啊，啊，伊咧吠，啊，即只个代志，伊吠几声，咱嘛会当了解现在所想的代志伫发生是啥。啊，所以啊，咱的易经啊，要用呢是包罗万象、八万四千种的妙法。八万四千种法门啊，哈，拢伫易经内底，根本都无离开伫易，是这个中间，是这个日甲月的中间。那么咱即节咧，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解释的这个米卦，啊，米卦米者，这个卦者，啊，这米啦，一生卦，因为伫数。那么米这样一米一半米这样是代表天地之间，哈、哦，万生万物都是遐尼济，那是星河的沙数，咱溪波的沙粒，迄种代表着众生万生万物，啊、哦，也是代表着所有一切众生一代。角的众生，或者无角的众生，无角到的众生，嘛是拢伫这个米内底，甲沙内底咧，也是豆啊内底咧，或者是草木中间啦，拢已经甲咱启示出来啊，只是咱无去注意到而已。
那么咱圣贤呐，好，甲咱开始用个米卦，米卦的功德非常的大。啊，米卦咱用米卦是一面念来供养，然后供养法界众生，供养法界无形，咱看袂到咧。啊，有缘无缘，这里叫做无事等等孤魂男女。嘛是会当供养着天人上顶圣神啊，所以这八卦咧，要起卦用的，这个都是米卦咧，是真正殊胜，而且是真正方便。啊，咱卦咱普通时啦，咱就爱用切，就较无方便用，就无当迄个。啊，咱若要算这个是得咧，吼，这八卦这50几得咧，有当时你就无方便好用。好，咱若要这个咧，咱若准备50几的猪嘛是会使的。孤卦，吼，孤卦嘛会使三阴家，吼，三阴家天天用孤卦来嘛是，吼，嘛是这方法的。那么咱米卦上好用，咱估计。大家来看这米卦那样呢，哈，那米卦呢，开始一点开始，哈，一哈这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哈，那个地上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孙膑真人、刘辟温真人、孔明真人、九天玄女，哈，啊，你若要求地理，就杨公先师、历代地理祖师，或者是咱若要求伊，就花都仙翁。哈，东方药师佛，咱拢做一请嘞，哈，或者讲啊，这叫做咱有啥物，咱厝拜啥物神，关圣帝君，咱拢做一个请来，哈，拜卦东主，星卦东龙，哈，今日地主某某代志，啥物代志嘞？比如讲啊，要请示嘞，嘿，咱的天下要太平之道，是安尼才会当太平嘞，请只是圣卦、医卦、流仪，然后咱用两指，用两指哦嘿，咱只中只念者，哈，第一位来卦。好，放到边啊！好，放来边啊！然后再个只内挂三，然后吉祥如意佛再求，外挂三，然后以形转挂，各回到等于，过来，过第二个，过来就是第二个外挂，然后以形转，再求动摇，以挂有余，那过来一个起，这个。就是咱了都所讲的，一动摇，吼，即动摇，哈。那么咱这个爱开始来算，哈，算出来一个第八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粒，哈，因为八卦，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八，一、二、三、四、五、六，哈，即位六。这个六个哦，内卦，啊卦卦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剩一，哈，啊动摇呢，啊减六，哈，因有六个嘛，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剩一，好，这个剩一。哈，都食这嘛春节，哈，啊这春腊，哈，安尼咧就是要创牛，哈，这等等啊，啊创牛咧，啊咱这里六只为坎卦，六一数是为坎，哈，一只为天，为天，啊动牛是创牛。哈是冲牛，啊，这个是乾卦为天，坎卦为水，哈，就是天水相，哈，天水相，天水相呢，啊，动冲牛，哈，变卦一动必有变，变卦，哈，是什么卦呢？好，这是变做阳卦，变天地哩。变天地哩卦，好，太平之道啊，天下太平之道。好，咱就清洗
圣贤甲咱开示啊，天下太平之道究竟是安怎呢？这个卦象呢，咱就会当清清楚楚来了解。好，那天下要如何才会当太平呢？开始呢，是上天水上者，天顶的落雨滴滴答答，小的落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上者有所想，有争论。咱即摆社会，现在的世间嘛是一个争论的世间呢。这就是卦的奥妙。等下呢，咱继续甲各位讲解变卦以后究竟是啥呢？各位师兄、神弟兄，咱这个卦已经成了，用米卦来。请示讲咱这个天下太平之道，第一届咱米念起来，八粒就算条村的数，就是第一届六。六只会坎，坎只是水，坎只是水。第二届念出来卦这数咧，算起来为一，一只是乾，乾只是天。乾者天，所以叫天水相，天水相。咱当年这数咧，拄六，拄一六，第二届拄这个六，拄起六个是变做，初爻，当年初爻，初爻当者变做地，坎者变地，坎这条都挂安尼来吼。原来阴嘛，变成阳，就变起来了，这卦咧变成安尼来的第一卦，叫做天地理，地者为地啊，地者为地，叫做天地理，天水相，天水相，变卦为天地理，太平之道无天地理。那么咱就来看易经心法入门咧。新华人问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图图的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一三二一百三十二都天最上那个变开呢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二呢一百三十二都天最上一只天水上上乾，就一下坎，坎者是六，乾者为天，坎者为水，就天水上上乾下坎，就天水上的卦，天水上就是所上争论。咱即摆社会咧，就是有遮侪争论，才是天下未太平。就是争论天下才未太平，就是安尼来。咱看争论所伤，两人争路之上啊，天下间一战争咧，就是大家拢有小争，两人争路的现象。所伤。天下未太平，天下会乱，就是拢是天，拢是人有一个私心。那么这动初爻、初六，这动初爻，各界经常不可拖延，拖延伤久。要太平呢，你烧战啊啥啦，还是人甲人中间要和平啊？你若有争论的是袂用误会嘛，袂用闹伤久哩，应当量早啦。及早检讨原因，以解释求得化解，以给你化解。那么天下诶，这条都一乱，都、就是人个人中间一定有私心，为着利甲害，为着生存，为着讲你赢我输，还是我赢你输，所以三心就争论。或者咱啊，人啊，甲人中间咧斗阵啊，咱啊熬烧钱的人啊，熬开辩论的人，一定会拍歹面的。拍歹面就反受气，反见效。所以咱中门啊，王禅、鲁道、贵国先师啊，
开始咱所有地主啊，咱无甲人相争，无甲人开辩论台，嘛无做甲人辩论，毋通相争，毋通相争。啊，你若相争呢，你一定告诉我你怎样时，你心未安。哦，所以咱若无甲人辩论，你甲人辩论呢，你辩论赢的时啊，你煞的心嘛一定未安，因为安那呢，你赢呢，你会洋洋得意。但是输的人唔愿，会想尽办法的，要开始，要过来甲你，吼、哦，要甲你讨一个，想要赢都等于，所以人来争来争去啊，哪像咱的选举啦，骂来骂去啦，真正失去咱的人格，吼、哦，迄是无开悟，才为了选举的时会骂来骂去，好，你现在骂赢呢，你煞的，你无一定就赢掉啊。啊，所有人都唔愿去报复，那么人伫世间到底得几十年何苦呢？你赢了一时尔，但是所做的恶业呢，因果呢是生生世世，当时要来讨，要唔知。所以往生都做教佛啦，拢安尼开始，咱人唔好烧钱，烧钱就无好话，烧钱天下就袂太平。所以啊，咱人哈唔通留了去修正，修正拢双方拢不利，天下未太平呢。那么过来呢，咱那个电视后看咧吼，不可逞强，不可逞强，精雄哈，应当体用心自反省，咱爱体用反省。哈，第三应该知足。天下要太平啊，咱也大家爱知足，家内要和平嘛爱知足，啊，社会要得和平嘛爱知足，好，未使逞强争胜，咱未使逞强，要我这一定要怎样，迄无效，好，隐忍住咧，才是上乘。要天下要太平了，咱来隐忍啊，啊，温顿起来，爱忍啊，家己面对自己啊，才是上乘。啊，就是顺其自然啊。不可勉强啦，安于正理，即心安理得。咱会当心安理得的时啊，吼、哦，心安理得，咱自然的天下会太平。那嘛袂家己食，家己嘛袂食亏就对。吼、哦，啊，过来咧，吼，第五呢，叫我裁判诉讼，咱做一个，做这个国家顶顶来做裁判，要诉讼呢，应该以量治中，治量治政为根本。哈，尤其应该客观，哦，应该客观，啊，未使有偏私，啊，上究的第六个，最后呢，就是告诫呢，以这个做正常达到目的，嘛不足以会当持久，哈，所以而且未受到人尊敬，水性啦嘛感觉见效，水性嘛是感觉见效，个人甲人中间呢，能以和为贵。其福分绵绵啊，所以太平之道是以和为贵啊。太平天下，太平之道，哈、哦，天下太平之道，以和为贵，以礼相敬，哈、哦，礼义廉耻之邦，即是天下太平之道啊。好、哦，所以已经甲咱开始圣贤，甲咱开始的真理啊。咱有当时啊，吼，想袂到咧，即个真理。一经心话来滴，阿人讲啊，详详细细，做人处事嘛是安尼就对。啊，今日时间的关系，甲遮一段落祝福各位。